你很娘娘啊。来来来黑色的我没有看他进草里，他站在草旁边。现在在外面呢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好，两只的。我看到，我有拍。有没有看到，在我的正前方有一个好大的鸟巢。树上有一个好大的鸟巢，鸟回去了。那树上的鸟就是这个鸟啊，屋顶两鸟。黑色的领带是两鸟。屋顶两鸟，它刚才在啄一只猫哎。这两只屋顶秧鸟刚刚从我后面的鸟巢飞出来的，这里刚刚整个今天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鸟巢，在我正前方。这是今天才发现的，一个礼拜前。一只两只，这一棵树，这一棵，反而比较容易拍到一只。这两只是小只的黑颈梁鹿梁鸟，黑颈梁鸟，这是小的 baby。就是那个凶凶的叫声，很粗的啊，就是在树梢上有很大的鸟巢的了。baby 两只羊，好，继续录。这是白颈梁鸟的 baby， 就是亚成鸟。在左边的这一只是小的，这是小的，树梢有他们的鸟巢，叫做黑颈梁鸟。
才从上面飞下来的，的确是这一只是黑领椋鸟。baby， 好像是亚成鸟，还没长，完全长大，有点两鸟，好大的，呵呵，好高。在东北华城里面，我去拍别的了。这一个我第一个发现的大鸟巢啊，今天看到好多小鸟在隔壁树上飞，好多只。窝就是右边那一个，那个鸟巢，那个大鸟巢。好，来一只一只的放大。最顶端一只。好多白领椋鸟的亚成鸟，树上也很多。是他们的叫声。